猜到了，划船的，潜水的，鲨鱼，好的，鲨鱼，没有，没有，那我把，教练好，教练好，大家相互好，这个是救命的人，快，打好关系，我们在水上运动有一个安全原则，就是只要靠近岸边都要穿着救生衣，好的 ，OK， 我们来讲一下他穿着的规范，好，这是一个我们成人的救生衣，在使用之前，我们需要把所有的卡扣。都松到最松可以了，我们像马甲一样把它穿进去，我可能需要一位来示范。那他，那我先穿上了啊，我这个，主要是怕死，哎，手从上面这里，要把它算一个格子，哦，很秀很秀，好的，把猪带依次收紧，从下往上收，扯不动啊，防弹背心，打我后背，还要再紧一点吗？ 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OK。然后现在是上面，你要再紧一点吗？还要再紧一点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再紧一点。可以再紧一点。还要再紧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要再紧一点吗？要再紧一点吗？要再紧一点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OK。OK。费大哥，捏爆了。正确的穿着应该是感到有微微的压迫感，有没有压迫感？压迫感吗？很压迫，很压迫。 猜一下，试一下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松肩，起的话不会过耳朵。好，来吧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你耸肩了？没有。这边再是，给他逮紧一点。这下面逮紧。不是，不是下面，是下面。压迫感还是挺有感觉。再逮一下呢？穿着非常的简单。好，现在我们每人拿一件互相帮助。来一个帅哥帮我穿戴救生衣。先帮他穿。 松开呀，松开呀！快进去，全部松开呀！为了适配我的体型。刚刚你墨镜啊？里面是正面啊。还帮你进。好了，真有责任感。从下往上走了吗？这拉你怎么给书包系紧？就怎么穿半天还背上去。没有了，太小了。从下往上走了吗？哎呀，这怎么弄的？就是扯了。这样子的是吗？ 觉得可以再紧一点吗？这样够紧吗？够紧一点吧。可以。压迫感吗？可以。没穿反吗？没穿反。就是，你直接扯这边就好了。你扯。好了，你们穿好了，我走了。我的是我来穿的。你扣一个。帮我系上。这个我来帮亮个系。我这样帮你系。对对对。反了，又反了。 这个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你这个挂住了。好了，有压迫感吗？没有。压迫了吗？你们还能穿反？哎，我穿反了吗？哦，我没穿反，没穿。可以。压迫了。没有。啊！刚刚好强啊！啊，丁哥这边需要再紧。哎，压迫感没？你给他扯一。没有呢。上了，还没有压迫感。哦，进不太大。 这样差不多，这边还是机器感好吗？OK，OK，OK。真的OK了。这能不能防子弹啊？不能啊！水弹。老师，一会儿我二弟来了，你要第一时间来救我。老师，我有个问题。如果七个人同时落水了怎么办？七个人同时落水了怎么办？你先救谁，老师？ 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可以。但是如果硬要选一个呢？哎，老师，不用教，我会游泳。好，走吧。好，教练，我要缓解一下你们焦虑的情绪。首先，我们做水上运动，它是亲水的，我们天然就跟水有比较亲密的接触，最后小部分的弄湿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好的。然后落水里面是小概率的事件。那么，如果接下来的行前教学，包括呼吸潜水，大家遵守的话是不可能掉的。好 ，OK， 一定遵守。如果掉到水里面的话，第一个要保持冷静，不要去胡乱的呼救或者大声的叫喊挥舞双手，脱离水面这样挥舞的话，它水是可以没过你的头顶的。但如果你把手这样平铺的放开，即使不穿救生衣，你也能够自然的浮上来。好的。不要说我们还有这个，所以不要害怕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去码头了。好的。给大家讲的，首先是。 有把手的地方，然后有前面绳、弹力绳的，它是我们的前面。
后面的，不要舱盖是干嘛的？装吃的的吗？装储物。如果你是旅行的航行，或者是在海洋上，可以放一些食物和帐篷。可以拍上海。这可以放帐篷。有人这划这个去海洋上。你们感兴趣可以打开看一下。哇、这好帅。展开吗？那这样有点危险的在海上。哇哦！哦，在里面装好多小吃，比如说辣条啊什么的。它不会翻吗？这样进水就翻了。两个吧，这样算盖井了吗？有一个叫做脚踏板的东西，它非常影响我们的平衡以及发力。哦，在里面。影响？有它会影响还是？看到了离合那个。是我们，而踩不到。就是有力的影响。好的。哦，这可以干嘛呀？这里有一个扳手，它可以旋转。嗯，然后如果它是横着的，朝向我们舱内打开的，它是可以调节的状态。这个时候它里面有一个踏板，你可以前后的推动它，然后到合适的位置。如果说把它向下锁的话，它就锁死了。哦。至于哪里是合适的位置呢？要自己调整。坐进去刚刚好那个。我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好的，好。准备到时。好家伙，我已经开始害怕。我也是。爸。是踩在脚踏还是用脚背勾住脚踏？踩在脚踏。好的，其实挺简单的。明白。翻了就当我没说这句话。第一种叫做前进桨，从前往后滑。我们从船的前侧入水，靠近船身，是贴近船身，然后往后滑直线，大概到你腰后的位置，那么把它再提出来就 OK 了。另一边一样。有一个做的对了，但好像又不太对。哦，做推拉手。好的。你很快会感到肌肉酸痛。扭腰。哦，脚踏开始扭腰，用身体来带动你的手转动。身体带动手。然后它也分正反面，凹面，朝向自己。然后有一个更粗的面要向下。哦，对，懂了，懂了。我们该怎么让这个船停下来？抖刹，是手刹。对，手刹也可以，因为桨就是桨进水，我们在水里面手的替代品。明白了，拿到桨我们可以试一下。白色的，我想选这条红色的。这好帅。都可。这个帅啊！我看这边的比那边的帅。哎呀，我这小麦掉了。这边是吧？好。这可以弄开啊！马哥！可以两边用吗？帮我拿一下呀。OK， 我先下去调一下。可以调，我给你放在这儿啊。好。我先把这个船轻轻的推到水里。我天哪！啊，在水里下。是的。然后。要扶你吗？是教练，不是教练，是教练。谢谢。完了，这话说得好。就是寻思着我对你好一点。老师，你还回来吗？帮我呢？啊，还行啊，看着。哇塞！如果你们掉到水里，我不会在这里负责。好。接应一下，接应老师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自己把这个玩意儿拖到下面拖下去，是吗？哇塞！你要从哪上啊，老师？从这儿。等我们掉到水里，这位老师就会给我们鼓掌。OK， 慢放。哇！天！是用桨把它抵住是吗？然后。坐下去，脚踩住，桨放下。什么来着？看见一个俯冲镜。
啊，张哥。哇，好爽呀、啊！哎，我的船，我是不是可以出去了？先想踩住，踩住，然后呢？想个怎么弄的？然后，啊、然后抠住这个缝，丁哥。对，然后自己坐进去。哎，小心。哇哇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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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哎呦，为什么我一直在摆啊？嘿，你动心。哎呀，要不然救救我！我可以了。可以别动手了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撞车了，撞车了。撞船了，撞船了！你还推我？哼！回去啊，张哥，回去啊！我感受一下嘛。哇！我们两个真是，我。你到这个对，好，来来来，好到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好了，你抓我这个，我帮你，啊，抓我这个帮你移过来一点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我帮你挪过来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好累啊 ，OK 吗？你又飘走了，啊送啊。他自己飘的呀，滑滑左边，往后，左边往后。OK OK。哎呀！啊！别挤我！别挤我！你别挤我！别挤我！啊！别挤我！啊！别挤我！别挤我！啊！别挤我！别挤我！你别挤我！你别挤我！别挤！别挤！啊！你爬歪了，哥！啊！大哥，大哥，打打桨，往那边移一移。我加油！大哥，大哥，我等一下我爬。你把我推开，你把我推开。我来推一下。好好好。让我们荡起双桨。这是谁啊？哇！我张馨源，我马强哥，哎呀，哇，我张馨源，我马强哥，强哥太猛了，强哥像是装了马达一样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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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朵吗？我给别人。张哥给我一朵，张哥。张哥给我一朵，张哥。扔过来，扔扔。确定吗？扔。算了，谁理我信我给谁。我先放这了。
大哥，能抢吗？冤，确定吗？冤，江哥，我要，江哥，我要，拜拜。啊！完了完了，上岸了！啊！救命啊！江哥拿下那张，江哥帮我拿一下，江哥拿下那种，快快快！江哥，江哥帮我拿一下。那丁哥过来了，来给你的。丁哥，丁哥，我想要。丁哥，看在我们兄弟情谊的份上，你看我给你费劲，能给我吗？丁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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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丁老师能给我吗？丁哥，丁哥，丁哥，我就在你后面。丁哥能给我吗？那先怎么去那儿啊？我没刹住。你往后，往后这样打。我一直在往后。这样打，你这样打。哎。这样，这样，右。我去救下雅轩，使劲打，下面太浅了，哎呦，挖不到，我帮你拉出来 ，OK 吗 ？Thank you， 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等我倒一倒，他都回去了，啊？帮我引一下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等一下，你反正我们俩谁滑得快，你看，好，我给你推，我俩去哪？去哪？去那个网那儿吧，等一下，推开一点啊！来啊 ！Hey everybody！ 哇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也别比谁滑得快了。等一下，我的了。快！不好意思了，亚轩，他沉底了，等一下。他怎么沉了呀？我以为他会飘起来呢。哎，你拿花了吗？没拿呀，我准备结。结是不可能的。张哥，花儿，先我送花儿来啊啊啊！张哥，叫送花儿来。耶耶耶耶！不可能的，我跟你说。拿那个船桨勾起来。哦，船没了，船没了呀！我可以正着停进去吗？不能。没花了呀，花呢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插队。你看我车位。插队。好吗？那我去。我走了。加油吧。我拿布。好嘞。来，我拉你一把。还有花吗？还有花给我们拿吗？自力更生，有一朵沉底了。很感谢你，要不？没有没有，我是想感受一下那个失重的感觉。要帮忙吗？哎呀要，不然我你要不说只能拿，你要不说只能拿一朵，我就全给你拿回来了。我第一次吗？我拿我的。对，要帮忙。能正着回来啊？结上了吗？你有花吗？要帮忙吗？要啊！我要那个手，我要那个手。我只能拿这个手给你。等一下。花儿，能上来吗？快快快快快快！你直接正正正来，正正着停这个。哎，停这个，停这个吧。你又过来，我拉过来吧。有花吗？肯定需要啊。OK 吗？没有，我只有一朵，没办法。如果你离我最近，我就给你了。真的累死了。我一直在你旁边。主要是丁哥离我太近了。撑这边，侧着。我先帮忙吗？没关系，这一起的来。拉一下他。踩住了。
哪个？对，把这个靠过来，靠过来，腰纹帮他靠过来。哇，好，你自己撑着。好热啊！哦，别往后蹬啊！哦，谁的花呀？不要，我拿了，拿吧，拿吧。第四名呢？第四名呢？第四名没有带着花回来，也宣布一下呗。我们这次游戏关系到我们下一次录制的一些优先权哈。好的。所以大家还是要全力以赴。接下来我们是双人的，全力以赴。大家自行组队。到达对岸那个黑衣服老师那边。来，我们不建议再赢一次的。但裁判可以另行有分吗？你是干扰者吗？裁判可以，你先上分一分。裁判，你至少给个友情分吧，一分，一分吧。第一个人坐这儿，第二个人坐这个白色这儿。好，你先上，坐这儿。先坐第二个，就这儿啊？嗯，坐这儿。对。这个都不需要像刚刚那样上。嗯。咦，你得现在。你在耍子啊？我一屁股。你好呀，坐下，坐下去，把重心向上。坐坐坐坐坐进去。坐。不是坐前，坐后面。你不是坐后边吗？咱们要走了。等一下，不是坐前，坐后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我还要坐呢。各位上场准备好啊！哦，对，小心，小心。小心，慢点。哎，走走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走，先去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走了。脱个鞋。冲着那个黑衣服的举手为首的老师，把一个弹对的放。弹口令啊！啊，我跟着。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好强。快往后退，我很后面了。裁判好正义，我无法无天啊！这个裁判，你那个要往后退一点。啊，可以。哎呦，他们怎么这么前？赫尔往后退。能不能给你一个最大的礼？喂，两只蜘蛛哪？后面干什么？啊，过去来了。看旁边的有蜘蛛。我。等一下不要滑偏了，不要滑偏了，左左左左，方向反了，你这样太慢了，方向反了，两个一起同边同边同边，左右左右左左右左左左左左左左满舵，左满舵，左满舵，摆 pose 准备了，三二一，耶耶。哎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我换方向了，走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再进右，再右，再右，再右，右，右，来来来，右右右，捏一个，捏一个，左，到哪儿啊？到哪儿啊？右，啊！你不能滑左边吗？我们不是右左吗？滑左边，滑左边。哎，老师，老师，哎，这这这，这这这，来比耶，比耶，耶，上吗？好，好，比耶，耶，右右右，右 ，OK， 走，右，好，我们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好，左，一直左，一直左，一直左，先右，先右，转弯，转弯，转弯，一直左就行，不用，不用这样，左，右，左，右。来，第一队反方的浩翔，冲啊！给你加点胜利的曙光，冲冲冲！不用快了。哦，右，左，看我一个人带你飞，张哥！往往往！冲冲冲！右，左，右，操他妈！右，快冲，快冲，左，冲冲冲，冲！快点啊，快呀快呀，左右左右左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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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马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马哥，掉个头，马哥，你就是一掉了，怎么？没事没事，这种理由都编得出来。等一下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裁判拉着裁判什么什么？跟我讲，快快快，又又又，准备，五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他们还有很大的，三，二，一，走，到了。Oh!哎呦，哎呦呦呦，快快快！先你先 ，OK。快快快，你别走啊！走。我们来了！耶！你怎么这会？你要玩玩不起，还不是摆烂。你我你你你你看你看，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，我告诉你怎么右，你看就直接这样，右边就能左直接左转，你左边一样的呀，这样还这样会停，可以直接这样，不是不是直接这样啊，对呀对呀对呀，啊，来这来这这这这，我不要，我要这样走这儿。来拉你一把，我抢，你往前拉一点。哎呦，哎哎，看着啥？小心啊！可以可以，别揍下去了。稳的稳的稳的。我本来没湿的。来吧，上来。现在是湿了吗？手。哟，呜呜呜。OK。亚轩亚轩，快举手。我感觉我们这会赢。上来。呜呼。白胜一分。还剩一个丁哥，我看丁哥好好上吗？裁判儿，赶紧踩一脚。裁判儿滋死我了！裁判儿，裁判滋死我了！结束了，走吧，没事吧 ？OK， 呜呜，刚刚，呜，不是四分吗？他四分，他不可能五分，第一轮加两分，第二轮第一名加两分啊！尽管我跟他是队友，但是他不可能五分。为啥呀？那最后一名也加一分，我那得两分啊！这裁判，你刚刚说好了一分，加两分，什么呀？我就六分了，是不是？那我是不是三分？四分，算成一分。我有分吗？有，有的有的有的。我有分吗？我有。哇！哦，谢谢，不愧是张哥，哇，谢谢张哥带飞，不愧是张哥，开始吧，然后呢？好的。哎，要要要要要要，呜呜，欢迎欢迎来到我们时代夏令营的第一个夜晚，哎，有没有人？我有好，那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，我们在这一轮会这个游戏中会产生升舱名额。好的，好，我迫不及待了，我迫不及待了，随便踢，给你流出来了，哇哦，我不敢用力，我就不信了，
两个一起反应，一起反应。哦吼！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，轻点，从这儿走。踢到我脚，还是踢到我脚。这个，哎呀，怎么说，马哥？哇哟，翻进去了，漂亮！我真的不够拉手去接我。来了，不要乱他，竞技难度了。哇哇哇确实有点难，这个。哇！难道你这样我不敢踢中间啊？太好了！哇！我真的不是的。啊！哈哈！哇哈！啊！哇！哈哈哈！我我我！哇！哇！哈哈哈！刚刚好身手。漂亮，爽，太近了，我远一点吧。三二真的，真的是吧？咱们从这儿来。刚刚等太远了，随便踢，进了五个，进了五个，进了五个，进零个。我听，我听，我听。哇！哇！耶！耶！太帅了！有人陪我了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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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张哥。实在半场足球赛比赛时长20分钟，比赛规则没有没有规则，那就可以没有规则，那可以武力是吗？没有武力啊，太恐怖了！把我的扳手把手拿出来，把我的扳手开心起来了，就是身体对抗，这不好意思，身体对抗。拉男人，拉男人，抱住他，抱住他，可以哇，快进，给爸爸，助攻，加油！你想怎么得我呀？这样子能好吗？行行。三四啊，三四，然后赢的那队集体升仓。哦吼，可以啊，百姓不要嘛，百姓来吧吧来。北京北卡尔北，老二四倍。耶耶，一二三四，对，哦哦哦，恭喜你赢了升仓机会。咱们三个这个，我们一来就，哎，我们都会踢足球啊。过半场换攻防吧，好，佛山，祝佛山。哦，对哦，你这么多卡，你几张？一张，你几张？完了！哎呀，看来帮的是好队友。四张，我的天哪，四张卡，我们佛生都废了。谁守门呢？几个佛生？兵哥，三个，你两个，他三张，四个，他四张，他们六张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就多了三张。武力没有，来我们，我们剪刀石头布，太不厚道了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今天就我们先商量战术。你拉他，他拉他，他拉他，然后我就这个拉一个，就是如果实在踢不赢了，我们就这样子。这拉着后，实在不行，我们把卡钱用完，对，让他们直接做九个俯卧撑。什么战术？没有什么战术。我们的战术能有什么战术？没有战术。你想，当他们听到我们战术没有战术的时候，他们会吓一跳。你要是震惊，他们瞠目结舌。神经病。这样，第一次第一个战术就是看着人传就行了，看着人传就行了。好，可以，我们定好了。不是我们定，我们就站一块儿，就站一块儿。你比如说球在你这儿，我们俩就站你前面。可以可以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球在他这儿，我们俩就挡住我走的路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慢慢点。我们帮你扫出一些障碍吧。看他们肯定，但他们四个人，他们也是这样，这样我们就这样，四个人，他们带球，我们就直接就不是，我们一个人运球的时候，一个人运球的旁边，我们卡多。哎，我们这样，我们这样技能多，一个人太正面了。他万一传出去，我们防不了。没事，我们运的时候就这样，就这样子。他们踢死我们了，管他的。好，来吧。他们也是这样，你们来啊！啊，你们也是这个战术啊！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去决定。我来吧，我来。兵哥踢吧，先必赢。来，你决赢的发球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呀，你认识了吗？弟弟，不是他决定发球吗？伙计们，给你们，伙计们，伙计们，说个防守战术。啥意思？谁？他们控球，我们两个人去防他，然后一人盯。OK。
啊，协防嘛，我们人多。明白明白，来吧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OK， 哎，可以了，我们叫豪华队 ，Card 队 ，Card 队，开始了，开始了啊！你两个人盯，两个人盯。我们踢得好正确，我们踢，男生还是打？哎呀，怎么分散了？快，没事没事，来，没事没事，拉拉人，拉人。快，走，张哥，张哥，什么、啊？要到这儿？张哥，哇哇，漂亮，好球啊！好球，好球！好了，我已经开始累了，好累啊，好累。对面不是不是发给我们，快出禁区，倒一个，下人。马哥，给小哥，轰！哇！哇！哎哎哎！哇！这！后面，后面，这！他出去吧，来一个，哎，拉了一个，好嘞，拉了一个，你们，你想走？给出来，给出来！是你，协防，协防，协防！亚轩，踢出来！逼死他！踢出来，亚轩！逼他！哎，张哥，张哥！好嘞，拉了一个，别这么激动，别这么激动，张哥，张哥，小二，倒菜，倒菜，哎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继续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嘿，张哥，完了，滚！哇！兵哥，兵哥你好认真呀，兵哥这么猛吗？有事没？有事没？没事没事，确定啊？随便随便，没事。大脚，来来来，防住，防住防住防住，协防协防。这儿，哎呀，好球好球，好滑，断，李哥，张哥，哇，张哥，好不好？哇，哇！助攻，哇！鞋都掉了，耶！太累了，我这个铲车可以吧？可以。我们要想新的战术，过来。太累了，太累了。战术没用的，没用的，没有战术。好强，我们刚那颗真的强，这个可以吗？战术，来，你们的战术来，用我试试。来。我们俯卧撑吧。好，嘿，俯卧撑，没有规则，俯卧撑快，俯卧撑快，马上接，俯卧撑出去。哦，过程可以，那啥，你怎么做了这么多个呀？杨哥，十个呀，三个，我是大冤种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2 2 3 4 5 6 7 8，3 2 3 4 5。我是大冤种，哎，带自己带，过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可以，你来个神级停球，哇，天啊，哎，别拦着，哎，给我，橄榄球，橄榄球来了，我大为震撼。来没事，那这个是是不要算，好算。哎，两个一对的，两个一对的。哎呦我天哪，我要死了。还是踢，后边，往后传，
等山庙传。哎呀，差一点！我是传球，我故意跑位。好吧，你早说嘛，你给一个那个打门的姿势。怎么是打门的姿势？你们不用啊，卡。不用，我帮你们跑飞。倒一个，倒一个，倒一个。嘿，哎。你们可以站台。太过分了！不急，马哥，我没有卡的。俯卧撑，阿轩。哎，你干嘛？俯卧撑。继续，继续。俯卧撑。俯卧撑。俯卧撑坐呀！你不是。球圈呢？球圈呢？三个人。俯卧撑用了啊，他的。哎呦，穿裆。没有规矩。哇，马哥。有点累了，见乌龟了，挺让人难受的，是挺难受的，谁人少谁难受。卡位，丁哥，丁，丁哥，丁哥，快快快快，呜！打球打橄榄球吧，我们，橄榄球，丁哥。张哥可以抱，可以抱。没力气了。喂，小心啊！疯了，没有规则，快进球！快球权来丢给我！哇，玩这种跑动游戏，我跟你说，好的，滑得很。踢不远，你说这个位置。嘿，完了，天哪！喂，秀操作了，秀操作了，秀操作了！哦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正常可以，正常。哇，没有规则，没有规则。嗨嗨，要玩，要玩。杨翔玩的真开心啊，好累啊！杨翔多少个月了？杨翔是真的开心，看咱们后边啊！呜呜呜呜呜呜！俯卧撑卡，好恶心！快带快带快带！哇！暂停！哇！暂停卡，暂停了，暂停卡！冰大神给我呗。好不好？人少就心态不炸。不用不用，你直接给我吧。你可以拽进去啊。我不拽进去，我拽进去干嘛？这算什么？算算算，算，没有规则嘛。给你，要不要？酸了。来拿球啊，想不想要？你来。咋了？咋不动了呢？累了。这拍的多没趣啊！累了。啊、我还没累呢，我要跑个半场、啊。跑不动了。冲呀！抱住他，抱住，抱住他。他球传不出去了。冲呀！我有个疑问，来来来，大家一起这么进去算什么？我啊！没事没事，没事。没事，我去那边逛吧，就那个球篮，那也有个球篮。我要那个球篮。哎，想不到。哎，不讲武德了，我呀，不能不能，我们继续。啊！啊！不讲武德了，没有了。啊！上上上上上！你们得出。没有规则。扔过来，扔过来。没有规则。直接玩那个就算了。呜！隐藏球框是吗？好了，五分钟，五分钟，传球，加油，加油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哇！护天使，哎哎，不是，哇哇哇哇哇哇！及时止损，打一手，打一手，快快，快快快快快！别这样，别这样。
没电没电，最可惜的。哇！哎，我来发了。哎，又进了。哎，踢到门柱上。哎呦！哎呦！来来来来，传过来，传过来，接接空了，快攻，快攻，快攻，手球，丁哥，丁哥，完了，空了，哎，没事吧？可以，哇塞，进进，这这这，快，这边，快，那边，快，这边，这，嘿，这，丁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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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我是范志远。嗨、哎，丁哥。嗨、哎，嗨、哎，丁、哎、哥。嗨、哎，嗨，来来来。呜呼！小轩，小轩，小轩，传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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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传。好球！你传过来、啊，你也不传球，我看你下不下去。挡住。来踢。哦。好嘞。当当当当！我赢了，可以可以，我赢了，我们祝福啊！是是是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去大包房了。哦，天哪！耶耶耶耶耶耶耶！起来起来，可以可以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张哥可以带人飞身吗？带我吧，小哥。好，张哥是大一人带，我觉得多睡一个人应该问题不大吧？我愿意带啊，对吧？啊！我们要睡帐篷吗？来，我现在在我房间吃西瓜。好的，好的。我觉得在幼儿房间吃西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对吧？我们一般吃西瓜都是吃通宵的那种。是的，是的。吃西瓜。小宋那个切水果的正好用得上。哦，确实。来，今天大家来我房间吃西瓜。对，好的，好。好嘞。好的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这边是录音基地。哎，一样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这么轻松就赢了。哎呀，我要遁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没事没事。这个住户外，这个能不能不住这儿啊？我今天必须住这儿吗？因为晚上肯定会有一个什么，比如说有头马进来吃了我，这个，所以我觉得这里不是很安全，我可以不用住在这儿，对吧？再见。我能不能商量个事儿？啥呀？今天真的要住这儿吗？对呀，你说呀。嗯，这个蚊子比我的手指还大。或者去室内呢？这里就是室内呀。晚上想上厕所怎么办？可以去用厕所券，上完就回来。上完就回来。想做 SPA 怎么办呢 ？SPA 白天很不错。你们一会儿要回去吗？我们要回酒店。可以带我一起走吗？没有你的房间。那你们也别走了。哎，插不上，我用肉体挡住。所以我今天真得住这儿。对，现在是外挂的。比如我想上个厕所，我该咋办？我在广袤就这么大的大草原上自己去找个厕所上是吗？你可以使用厕所券，我们会有专车来接你。上厕所。使用厕所券。对。那30分钟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待在厕所？可以。是吧？可以。我是可以一直待在那儿的。那比如说我那个厕所就可以叠加使用吗？你抓住了我们的漏洞。是可以叠加使用，比如说我就一次性用它个10几20张，我是不是就是半小时一小时堆得上去了？我们得说可以啊。我理解成可以了，好的。就睡在这了。那你们走吧，你们走，我自己睡了。拜拜，不送不送。我睡觉了，拜拜。
要不你们玩吧，我停那儿。左边往前，右边往后。好难啊！我要到里面去。就是这个球已经飞过来了，滞空的时候可以暂停吗？就是球是不是可以，它是不是可以被定在这个位置？这个偶像剧能做的。